享绝对不能剪精华哦。找到适合的那个队友，不要吵架。我今天的标题是温馨聊天台，我们今天温馨到整个半夜好吗？能够认识就是缘分啊，大家当朋友嘛，对不对？也许你们其实很合，只是玩游戏出了点小摩擦。凯哥，我没选角，我没选角。
求情，要不然我们中午来纳塔的对决好不好？可是我觉得我要走魔，我要走魔王路，因为我刚刚小小号一样排位，小小号，你是几个小号？小小小，你有几个？真实，我其实也才几个，我才两张，我只有三个账号，我是真的只有一个三十级，其他都是十级账号。有没有？其实我还蛮 carry 的，看看。不用怪我，也不用，不是怪谁啊，都不用怪。我觉得就是他们很强，那就是大家在加油。那我本来就不是打，我本来才会就不是，就我也是才刚开始。哦，你在捡精华了，感谢你。我今天还想说传讯给你。我的天哪、啊，这轮应该是，我觉得不妙，是新手场吧？怎么玩这些角色？我好累哦，怎么感觉是新手场？懂啊，然后那个，这次比较强，尬的，这个不妙，我刚才掉回一好了。好没有成就感哦！驱邪大法，清除。现在我当家作主。绝！刚遇到克里希在打我，这也是挺屌的。对我无礼者，你去死！开天御绝，可是我的作用。